气息轮番上阵，成为生活或教材的一部分。桃园新闻全是陈宏轩采访报道。在这边，我们回来我们的这里。好，就请回到学习单的部分。小朋友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我就问孩子们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漫游南屯外河谷。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这里。没有人帮我打上去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你有做记录，孩子会做记录的话，他们就会说：哎，我在影片里看到我家附近。我看到我们家的大楼，我看到我阿公，然后我看到那个万和宫，我常常经过，他们就会开始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有感觉，他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兴趣。然后刚好那些在进行的活动就是最近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在做的事情，所以在影片里面你会看到了，然后你就会有人呢有注意到的议题是，有人就会发现那个女生为什么只有女生在抬轿子？对不对？然后就会发现，为什么有妈祖不止一个地方有？为什么汉西也有汉西妈？然后那个南屯这里也有南屯宫的万和宫的妈祖？小朋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。这时候提出来的疑问呢，我们就再回抛给他们。所以你在那个影片看到什么地方你很有兴趣，想要再了解它，然后各组就会分配，因为时间快结束，我就不继续做下去。各组就会分配说，我有兴趣的是为什么女生抬轿子，然后我有兴趣的是那个绕境的时候要做什么事，然后有人就会有兴趣为什么要绕境，然后妈祖为什么是这个时候，是他们就会从他们想要的地方开始去拼凑出这一个万和宫的原貌，可能没办法很完整，但是都是从他有兴趣的角度去做。有兴趣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一直学的引起动机很重要很重要，所以他有兴趣他就会开始去找故事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的行动设备就是，如果在这个课堂上可以让他有一个开始，就是你们这个小组讨论出来，我们要找为什么南屯宫是女性抬轿，然后他们就去打南屯万和宫女性抬轿，老师只要叫他有这个指令，他就要去找。他找出来之后呢，他就可以把网页上面的字复制下来贴回去我们共用的这个文件。他是不是在课堂上就已经找到一个知识节点了？而且是他找到的，不是我给他的哦。他找到跟我给他的有没有差别？有，我给他是我想给他的。他会不会把它记得很牢？不会。可是如果是他想找的，他会不会记得很牢？会，因为他还要变成老师来告诉同学，对不对？创新教学难吗？不难，把它变柯南就好了。告诉他你是柯南，他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变成柯南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告诉他你是毛利小五郎，对不对？只要在课堂上睡觉，不用哦。当他做了这件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动那个 Google 的动用文件来让孩子介绍他找到的东西。我们来欣赏一下，这个是同龄国小的老师们他们找到的。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太短了，本来我想让大家试试看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找到小朋友是不是在课堂上就可以简单的分享。你看他还可以去解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女性的抬轿班？好，这是他们有兴趣的话题。好，然后呢有人就会开始找男粉的一些资料。一开始孩子们会不会把它呈现得非常好？我觉得不会，可是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，孩子就会越找越好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请问一下，那个如果用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在电脑上面操作？是不同吗？这是不同的操作模式。你说智慧教室设备吗？因为那个手太难用吗？你说哪一个地方？像您现在这样讲解的时候，不能在那边直接操作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因为我个人的习惯，可以这样。你可以直接这样，然后你这里也可以直接做插入。对，是在那边点。对，可以使用电脑中的图片。真的要熟练。对，要熟练。对，要习惯，因为我也还不习惯。买一台回去。有没有？你要插入，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孩子们用久了就会很容易了。好，在这位小朋友一直跟我们呈现他就好了，他有肖像权。
怎么样子？天哪！那关于那个智慧教室的一些小软件的使用，还有 Google， 其实 Google 很多免费的东西都很好用，又简单。我相信我们老师多试试看，就会很好用。甚至是那个，你也可以把这个 Google 文件变成你们赖聊天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学年的共备，或者是共同会议，都可以在上面完成哦。我们这么做之后，孩子就会有组织工作。谢谢，好。时间来到了最后。那个我要做结束，因为时间真的差不多了。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今天来这里不是因为我特别的了解这一台设备怎么操作，我只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愿意试试看，然后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给孩子很不一样的视野，因为要透过老师的视野增长，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我才能把这些东西再带给我的孩子们。那跟你的同事们对话是最棒的，对话是最好的力量。我要谢谢大家今天在这里能跟我一起成长，我也是从跟我的同事们不断对话里面学到很多东西。那你旁边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宝，然后千万不要放过你隔壁的人，你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下，接下来你们要把哪些东西送给我们的孩子。谢谢大家。那记得麻烦大家把那个 Click 卡片呢、放到前面这里给我就好了。那如果你们很喜欢这个，其实你可以问一问你们的学校的业务，他可不可以送你新的，或者是你就立即出来就可以，或者是申请资讯的。